冷吃羊肉炉，暖心又暖胃。桃园第一家温体羊肉炉，现宰羊肉 Q 嫩鲜甜，麻油羊肝带有浓浓的麻油香气。台北市创意台菜料理店，三杯下老外饭炒的咸香入味，煎猪肝吃起来软嫩没有腥味。台中市南区烤鸡专卖店，招牌蒜香烤鸡皮酥肉嫩，爆汁喷香，烤黑胡椒猪肉排也是超级够味。请锁定本周日晚间8点的非凡大探索。